民以食为天，中国人最重视食。可是你曾拜祭过这位坐镇炉灶的天神吗？以前的灶君非人神，而是经常出没灶房的蟑螂。每年腊月23，灶君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那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，玉帝就会靠灶君的报告决定那家人下一年的祸福。灶君会骑马上天，所以人们祭灶时一定会预备水和草给马。民间有人会杀鸡，表示给灶君换一匹黑马。如果公鸡降发了瘟，代表灶王爷不喜欢这马。公鸡如果拼命挣扎，就是灶王爷相中了这匹马。民间既有人会做些甜点，叫灶糖。灶糖一般是白的，虽然吃不很甜，但是咬起来硬硬的，咬开后又又粘的，好黏住灶君的嘴巴，让他不能说坏话。也有人会准备酒，把灶君灌醉了，那他就不能说人的坏话了。上天演好事，回宫降平安。